好上课了吗？好 OK 好，把心抓回来了 OK。 好，我们上次已经讲到课，那课这个 operator 的话呢，我们已经知道说这个符号，这个算符它就是代表那课的部分的话呢，就是课 V。 那我们说课 V 的部分就直接把这个算符好像单成，因为它就是一个向量算符，所以我们把 I J K 把它放进来，那 long long S long long Y long long Z 的 component VX VY VZ OK， 那这是这个 method 的三个 component。 那这三个 component 出来的情况之下，这边还有一个位置 OK。 好，那我们就可以看到在 I 方向的部分就是好这个 matrix， 所以我们看到 VZ 减OK， 然后在这一方向，谢谢你，谢谢。然后在这一方向的部分，好，在这一方向的部分是 Z component 的部分 ，S component 对 Z 为分，然后。Z component 对 S 为分，然后 K 方向的部分的话呢，是这两个部分 VY VX 减 VX VY， 这是我们在上一堂课已经讲到的。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这个课它的意思是什么？我们说有一个物理量好了，因为它是三度空间的，我们基本上面我们把它简化，简化成什么？我们只看 Z component 的部分。好，我说如果有一个物理量，我只看 Z component 的部分 OK， 好，那对 Z component 的部分的话呢，我们会发现它整个物理量投影到 SY 平面上面，它是这样子。OK， 好，那这个呢？你就想象就是说漩涡，好，这个一个涡流的部分，那就是类似这样子，就是从上面看下去它就是这样子的涡流的部分。那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之下的话，我们现在我们来看，好，就是以非常简单的在这个位置上面我们说我们现在只看 Z component， 那在 Z component 的部分的话，这一项所代表的是什么？这是这个物理量 V， 这个物理量你投影到 Y 轴上面的 component OK， 好，你已经投影到 Y 轴上的 component， 随着什么 X 方向，你的 X 这个值在改变的时候，它的变化
是多少，这一项。 OK， 换句话说，我们现在我们就来看这，你已经投影到 SY 平面上面了，你现在在投影到 Y 方向上面 VY， 在这个地方 VY 是这样子，在这里的 VY 是这样子。 OK， 那我们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什么？ VY 你随着 X 在改变，那它越变越大的时候，那这个值是什么？大于零的值，正值，对不对？好，它随着 X 轴 X 在改变的时候，那我们看到这个投影到 X 方向的这个分量随着 X 在改变，它是大于零。但是同样的，在这个位置上面投影到 X 方向的分量在这里有没有？有没有？没有，对不对？这里也没有。所以你看到它随着 Y 在改变，它不约 X。 你从隔壁拿椅子过来好吗？好，你可以看到 VX 的部分， X 的部分在这里是零，这是零，所以这一项是等于零，它不会随着 Y 值什么在变化的时候它的值改变。在这一点上面，在这个点上面，我现在已经画了很大的 delta X 了，其实是小小的 delta X，所以你知道它在这里是大于零的值。反过来我们来看这一点，这一点上面的话呢，它的方向是不是这样子，对不对？那你现在你看到的是我投影，我已经投影到 SY 平面上面了，在这一点这个向量是跑到负 X 方向上面，或者是我好没关系，负 X 方向上面。那你现在看到的是这个是垂直的， OK， 我说这个点上面有没有 VY 的 component？ 有没有？没有。它所以它随着 Y 轴改变，Y 值在改变的时候，X 值在改变的时候，这一点随着 X 在改变的时候，它的 VY non X 这个是什么？这个是等于零。 OK， 反过来我们来看一下，它有 X 的 component，这是 X 的 component， 随着 Y 轴变化，我 Y 轴变化的时候，我的 VX 的 component 是不是跟着改变大了？但是它是什么？它是负值，它的向量是 VX 投影到 X 方向，它是负的，所以它是什么？它是从负VS 是沿这个值是更小的情况，如果你是负值，这个 VX 是这个是正的，这是负的，所以越大的时候大小是越大，那当然你把方向考量进去的时候，那这个就是小于 OK。 所以你现在看到了在这一项上面，我说 A 点，在 A 点上面，这一个项是 VY 大于零。那换句话说，这个整个项 ，OK， 它是大于零，因为后面这一项是等于零。那在
V 点上面，哎，这个像是小于零的，但是这个整个像就是负的，负负得正，它是大于零。那这对它是什么意思呢？这整个的意思，如果我们不是只有单纯考量这一点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是，我们会现在我们再来看，我们把这个位置往前移一点点好，哎，你会看到的是说，这个向量啊，好，原来你投影到你在 A 点上往前移一点点的话，那这个向量是不是这样子？对不对？那我们现在我们看到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原来只有在 Y component 上面有分量的，在 S component 上面没有分量。OK， 现在呢，你到 C 点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原来在只有 Y component 有分量的，在 C 点的时候，你看到的是什么？除了在 Y component 有分量以外，它还有什么 ？S component 也有分量，对不对？有没有问题？好。好，那我们都不管它的 Y component 变化多少，但是你已经知道 S component 随着你的 Y 轴改变的时候，只要你的点往前移的时候，随着你的 Y 轴在改变的时候，这个值已经什么？已经大一点。那有没有问题？好，这是小于零，因为它是负值。它移到这边来的话 ，Y 轴改变的时候，那我的 S 轴的 component 是增加了这个分量。OK， 好，所以这是小于零。所以我们看到了，即使从 A 点到 C 点的时候，我这一项它是大于零的时候。这后面的项是小于零，前面有一个负号，你也看到了，它整个项是大于零。那大于零的意思是代表什么意思？从 A 到 C 的时候，你看到它从 A 点到 C 点的时候，这个向量啊，已经从这个位置转到这个位置上。OK， 换句话讲，如果假设这个是大于零，这个是大于零的话，这向量是什么？转到这里，对不对？所以我们从这里非常清楚的知道是什么。第一件事情，我从这个大小。可以知道这个向量是从这边走的时候，它有没有回旋了，有没有转弯了 ？OK， 那回旋的方向你也可以判断得出来。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大于零，这个是大于零。换句话说，我们要有一个方向来看待它，这是这样回旋，全部是大于零。OK， 好，如果是这样回旋，就小于零。所以你现在你看到 curve， 这个就是代表我们要去测量把它
写在这里好了。这个 better 呢 ，V， 它旋。回旋的程度是多少？哎，你有兴趣的那一点，那这个 V 到底回旋的是多少？所以。你现在你看到就是说基本上面我说克如果一个向量它是等于零的意思是什么这个向量会不会有像漩涡的没有 OK 它绝对不会有像漩涡的情况产生好所以我们在算克的时候如果你这个 point 是非常大的克的情况之下那我们就知道在这里呢是有一个非常大的漩涡在这个地方OK 好那这是我们在整个的课它所对应的一个物理意义你必须要了解的那到这里有没有问题好假设如果没有问题有没有问题到这边有没有问题啊有没有问题哪一个Beta 投影你的这个向量投影到 SY 平面上我们已经把它投影到 SY 平面上了不然你三度空间你不能不好想象它我只是把用画到 SY 投影到也就是它是 Z component 的部分我们来看它 OK、还有没有问题有没有问题怎么没反应了啊？有没有问题没有 OK 后面的同学有没有问题啊？要给 response 你如果有问题你要点头没问题你要摇头哪里有问题试着举手发问问题有没有问题啊？穿黑色衣服就是你嗨啊，你不要转头对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那你刚刚就摇头一下对好那你知道克就是这个漩涡 divergence 呢就是发散出去的程度一个就是这个向量发散出去的程度一个呢是这个向量回旋的一个程度那这两个 divergence跟克你都知道我要表示一个向量的情况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把它称为 divergent 的意思然后称为克的意思在这个地方要去去叫它那就是完全就是跟它的物理意义相关的 divergent OK